我说我要站在你家人里面的舞台给你。就是，嗨 ，Hello，Hello， 早上好。你一会儿要出去吗，老张？我出去给他们开个会去。你呢？你今天什么安排？我就在家里。就在家里。嗯。酸不酸？哦，舒服啊，没事，舒服。老张说酸，酸死了。嗯，超了，太累了，我还行。我这样敲一下，好舒服。好久没有刷这么多了。对啊，幸好你来帮忙。走了，走了，又走了。这就是不争取的后果啊！过了那个时机就没有机会了。一会儿吃点东西再走啊。嗯。还在刷？对，刷完了，准备做点什么？做什么？做点简单的家常菜。做点蔬菜吃是吧？对。你要听歌吗？给你个耳机。主动了啊。我手。没关系。其实我戴了耳机的。是吗？哦，对。那听一下吧。嗯，这个应该是穿紧点还是穿？要紧一点，要紧一点。要到最紧、啊。哦，这个要最紧。现在呢？现在挺紧的。等啊，你脱那双鞋，也不能特别紧，要不然就会勒着你那个脚不运动，就不太行。我觉得老张现在踩着风火轮也有点难追，是不是？跟车上判若两人，好吗？老张记得有点久啊，这是。我先进去了，去，一会儿见，马上。我们一起玩个游戏，怎么样？就玩接力赛吧，就是跑圈嘛，看哪一队跑的是会更快一点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什么偶像剧情节啊？这种巧合也真的是很戏剧。